礼拜六日我们会在凤山的奇妙花市摆摊，就六日，然后还有下礼拜六日，然后等一下会 po 一下那个资讯给大家知道。老板准备了超多肉让大家去那边买，然后还有这个40颗经典熊童子，肥到不像话熊童子，40颗，然后还会带什么？还有带石头芋，然后一些多肉植物都会有，还有那个紫色的海豹，然后红苦瓜，都会带过去。去那边啊，请大家一定要戴口罩。然后现场也有很多的同业，非常多间，你可以买。啊，欢迎大家这礼拜去奇妙花市逛。光说我们还有准备好的一堆百合哦，用老板培养的百合，我们还会带50罐老板肥，这个的话就是现场卖，是我们在奇妙花市摆摊，它的时间是3月28到3月29，9点开始到下午5点，然后它的下个礼拜4月4号、4月5号也有一场啊，然后都在这个图上面。然后我们的地点在那个凤山区红毛港路501号凤翔国中旁边，知道的 Google 一下应该就看得到了。反正就啊，也有一些小地图可以给你们看，然后你就看一下吧。我们这一次是在2号摊位。哦，你可能进去之后你还看不到我，你可能要走到最后面，你就看得到我们了。我们在第二摊，哦，你能看到第二摊 MC 多了，对，我们就在后面，要买的都可以来找我，可以喂饮料就好，不要给我吃的。